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看12月10号的《观天下新闻》，我是李一凡。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102年的招募在台留学生以及旅游玩家深入体验新北市的人文风情，结果呢，总共有11个国家的24名在台留学生以及10组国内旅游玩家完成了旅游体验。10号这一天的记者会当中呢，4位分别来自阿根廷及法国的留学生们到场现身说法。新北市除了拥有如淡水的夕照、九份老街、逛寮国际海洋音乐季等许多国际知名景点与人文活动，各地的游客为了不同的旅游目的来到新北市，因此新北市政府也举办记者会，将这些国外游客喜欢去的景点公布给民众了解。我想我们有很多像我们最近的很多要推的小旅行，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素人的推荐，大家口碑的行销，包含在网络的行销，其实这些网络的行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整个透过这些素人在网络跟他们所推荐的小故事跟小行程，然后他们所感动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其实旅游很重要，就是一个感动。今天参加记者会都是来自外国的留学生，与大家介绍动物园风的民宿。这次他们到了新北市的双溪、平溪和九份，深度体验新北市民宿风味和周边美丽的角落。民宿的老板和家人都非常热情，一家人都聚在一起，很温馨。整个民宿里面的话，养很多的小动物，然后里面我们的里面的环境也弄得都非常的清洁，然后让客人可以感觉到非常的温馨，也就是让客人来到我们这边应该是跟回到家里一样的。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么多好朋友的一些自己的旅游故事，来吸引更多人能够来到新北市玩，当然也包括了很多外国的朋友能够透过他们的不同的这个视野来推荐我们新北市更多不同的旅游行程。局长陈国军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为着不同的旅游目的来到新北市，随着旅游人次逐年快速成长，新北市多元的旅游风味以及令人惊艳的角落正等着旅人去探访体验。谢凤强市府长报道。